明报社评，香港与新加坡就航空旅游气泡达成原则协议，两地旅客若能符合指定条件，可以检测代替隔离14天。港星同属高度开放小型经济体，社会条件和发展水平相近，当下疫情与抗疫形势亦较为相似，今次协议对两地而言都是第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跨境旅游是否复常在望，仍有很多变数。旅游气泡作为一个概念，理论上行得通，可是放眼过去数月各地试行经验，几乎无一成功。港星疫情看似缓和，其实两地皆有社区传播链隐伏，疫情反弹风险不能低估，旅游气泡容易破裂，港星携手摸着石头过河，必须谨慎而为，公众防疫更不能因此掉以轻心，错将旅游气泡视作危机已过象征。苹果头条，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名下一间位于观塘的办公室，今晨遭警方14名探员持搜查令上门调查，在办公室内搜查了约55分钟后，捡走一批证物后离开，未有拘捕任何人。办公室内的闭路电视监察系统拍摄到警方搜查的全部过程，期间职员向警方表示律师正赶往办公室，但探员未有等候律师到场便展开搜查。警方今早顺利进入办公室后，便向职员表示要进行调查，或要问问题或取走证物，但职员则指公司已派律师嚟，因为唔知会有咩状况，但警方未有理会，表示会立即进行调查，并指稍后律师团队如果想联络我哋，我相信佢哋有我哋联络方法，我哋唔系要等到佢哋律师嚟到先可开始，不过佢哋嚟到可以俾建议。东方政论，纲纪一废，何事不生？警方国安处昨日突击搜查一传媒黎智英位于观塘的办公室，带走一批文件，正当外界猜测大汉奸干犯的国安重罪终于有突破性进展，距离正式落案检控不远之际，事实却是另一回事。警方大张旗鼓后便没有下文，再次落得雷大雨小的下场。难怪有人好不风骚，更同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视像通话，既为台独张目，又为12人蛇叫屈，公然勾结外部势力向中央施压，完全不把港区国安法放在眼内。据悉警方今次行动涉与力高顾问有限公司曾利用一传媒位于将军澳工业村厂房作登记地址，违反地契条款提供公司秘书服务有关。星岛社论，新冠疫情下，为恢复有限度往来及旅游和商务活动，港府正接触全球11个国家及地区商讨建立旅游气泡，包括日本及泰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昨日宣布，香港与新加坡率先建立双边航空旅游气泡达成原则性协议，两地旅客只需接受两地互认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并获得呈阴性结果，往来两地时可不受任何限制，包括无需接受强制检疫，并会有特定航班，望可于数周内落实计划。旅游界表示相当期待，认为可对其他国家起示范作用。本港的出入境旅游已停顿数个月，强制检疫亦令商务客大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与新加坡交通部昨午分别宣布，前日建立双边航空旅游气泡，达成5项原则性协议，包括两地旅客往来将不设限制，而只要出发前72小时内获得两地认可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证明，方可购买机票。经济社评，
港府昨宣布与新加坡达成航空旅游气泡初步协议，为逐步重启跨境旅游迈出第一步，但两地疫情未断尾，搭家检测费用高昂，料暂难增加市民外游信心和意欲，但也是努力开了个头，希望能尽快逐步改善。不过更重要的是，港府必须改变心态及目标，致力清零疫情，才能令外界建立信心，恢复包括与内地的通关，经济才有望尽早重启。根据港星协议，旅客需乘搭特定航班，在上机前和底部后接受病毒检测呈阴性，便可豁免强制检疫14天，入境进行商务、探亲或旅游，行程也不受限制。待双方处理具体细节安排，相信数周后可启动旅游气泡。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